好，我是伟斌，我又回来啦。相信大家都吃过韩国拉面吧？没错，最近啊，韩国拉面呢又出了新的一款，粉色培根大那个韩国拉。因为之前呢我没有吃过那个紫色的拉面，所以今天呢我又来找来它了，麻辣拉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煮吧。2000 years later。那么那个汉堡已经标出来了，改天我们来吃这个。这个是培根蛋味炒面，这个是有一点点的辣，不过有带着一个好像 cheese 的味道。我觉得呢，麻辣的会比这个培根的淡味的比较辣。如果你们是喜欢吃辣的人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一下麻辣。如果你们喜欢比较不那么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一个培根。OK， 今天的试吃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按赞或者是留言。然后也请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及按旁边的小铃铛哦。好，今天我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